哎，修灯泡的那个大叔过来一下。哎哎，那个大叔。哎，妹妹，怎么了？我家那个灯泡坏了，想叫你帮我修一下。他灯泡坏了，可能是烧了吧，重新买一个吧。哎，不行啊，我一个女人家又不会，又没有男人。行吧，这个修灯泡，算跟你一起买的话，可能费用有点高，要50块钱。没事没事，这50块钱你自己一个女人换都可以省了，你叫我。我找不到人换吗？我现在看到你了，我就想叫你帮换一下。这，好好好。哎，好了，修好了。哎呀，美女，那个帅哥，你技术太好了。坐一下先。哎，好，谢。哎呀，你的灯泡呢？没烧，只是电路可能以前被老鼠咬了，我帮你重新接上去，然后呢，重新绑了那个电工胶布，没事了。哦，所以说你的技术太好了。哎呀，这是基本常识，这没好不好的。哎，那帅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单身啊？哎呀，干我们这行的都没有女人敢跟我们，主要是不赚钱。你说我们是娶了老婆才奇怪，是单身的那是正常。这样啊？对啊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呀？你身材好，这说话又温柔，而且呢又知书达理的，挺好。好，那不如我做你女朋友吧。哎，陈美女，我没做梦啊，美女，使不得使不得。像我们这种一日三餐都挨苦受冻的人，这可能无福消受，无福娶你。没有关系的，帅哥，我见你人又那么好，又那么帅，哎呀，又还单身，我也单身。美女，咱们做个朋友，或者说聊聊其他东西，咱们还是可以。你说那个男女感情的事情，我怕人家会笑话。你那么优秀，那么漂亮，我长得又丑又驼的，摆在大街上买一送一都没人要。你说什么？跟我你，美女，我喜欢就可以了，管别人怎么说。哎，美女，我就当你是开个玩笑。好了，我有事情，我先忙了。你也先忙。我是认真的，开什么玩笑？美女，你要不这样子吧，你在外面再找找，有些人高马大的，比我长得更帅的，五官又比我端正，人品又比我好，赚钱又比我多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我就喜欢你这一款的。哎呀，美女，那行吧，我走了。臭男人，对妹妹干嘛？哎呀，哎，什么嘛？干嘛呢？你这个臭男人，怎么对我妹拉拉扯扯的？没有啊，我拉拉扯扯的是我的工具。是你妹对我拉拉扯扯的，大姐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毁了我妹的清白，你必须要对她负责。你哪个眼睛看到我毁了她的清白啊？你在我们家门口拉拉扯扯的被别人看到，你看我妹的清誉她还在吗？大姐，我是过来帮你们家修的电灯泡的。这电灯泡修好了，我本想坐在那里陪她聊聊天，聊聊天啊，她就说什么喜欢不喜欢。我告诉她我是单身的，但是的话我家里面很穷的。然后呢我就走了，然后她就拉拉扯扯就被你看到了，完全是一个误会。不用解释，你到底负责还是不负责？就一句话。这，我负什么责啊？不行，做养子都要负责，那天底下的所有女人我都要负责了。不行，我走了。你走什么走？哎呀，你今天不负责的话，你别想走出我们家门口。哎呀，你是村霸那里还是怎么了？你在这条村是什么地位啊？你不管我什么地位，但是我今天被我看到了，你必须得对我妹负责。你看我妹长得这么漂亮的一个美女，就被你这个毁了清白，你就想跑啊？好了，真的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那行吧，我对她负责，你先忙你的。那行吧，你好好哄一下我妹，知道没有？等一下回来。好，那姐你先去忙。好，嘿，行吧。哎呀，你姐走远了没有？走远了。那行吧，我翻墙都走。哎，哎呀，你真的舍得不要我吗？哎呀，我配不上你啊，你太优秀了。那行吧，走吧走吧。啊，谢谢啊，那改天我再请你吃饭。走，不客气。我看这女孩子人也挺善良挺好的，这要不
美女，你叫蓉了是吧？对，蓉妹妹。哎，这刚才多少得罪的地方，还望你谅解一下。没关系。那现在是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其实呢，喜欢一个人呢，并不是说一定要强留的，这相互之间要你情我愿才有幸福。你要不这样子吧，咱们从看电影开始了解。可以呀、啊，那我现在跟你去看电影好不好？那这个工具放在这里，以后多有得罪，还望你多多担待。没事，我会担待的。行吧。来，放在这里。就看个电影。哎，走，我们先去看个电影。你挺好的。哎，你也很好。我怎么瞎了个狗眼了、啊？